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0月31日，诗篇107篇第60节安尼讲：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伊对因的患难中拯救因。才甲来祈祷，对患难中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圣至善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，阮袂通嫉妒，愿阮时刻拢来懊恼你的所作，也欲永远来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的所行常常得罪你，阮的所做常常予你伤心，阮的顺境常常袂记得你，因为安尼，直到阮将家己滑落伫陷阱，主啊，总是你犹原疼阮无离开，阮就伫苦难中哀求你，你就对阮的患难中拯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虽然常常得罪伊，总是伊犹原疼咱到安尼，也时刻要帮助咱，拯救咱无离开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